你又中意食嘢，我又中意食嘢。我中意東京，你又中意東京，咁啊啱曬啦！咁你快啲上車，跟住帶我去食嘢啦。好，好啊。咁啊，東京咧，就成日撞到朋友嘅。咁啊，舒格，今日我哋有啲朋友喺度啦。咁就係同我一樣啦，中意食嘢同埋揸車嘅 Michael 同埋高啦。你好，有啊，今日嚟見嘅朋友。係啦，咁啊，你介紹好啦，等我介紹一下啦。咁呢位Mr. Tajima， Monster Tajima 咧，就係我30年識得嘅朋友。咁佢喺賽車界日本咧，真係響當當啊！佢唔止話一路賽咗咁耐，而且而家嗰個 Pike Speed 嘅世界紀錄咧，佢仍然 hold 住，佢而家仲係賽緊嘅。有時我去幾日就會用 Rooming Day Pass， 用幾多計幾多，清清楚楚。好中意1010個 Day Pass， 用先開始計24小時，唔係由12點計到12點，即係可以用足24小時。仲有1010今年搞咗幾場米芝蓮餐晚宴，請咗幾個米芝蓮星級餐廳大廚嚟香港，只要係1010客户，唔使飛出去都有機會食得到。多謝你介紹啊！千祈唔好咁講，因為我好中意食牛肉噶。咁呢間店咧就係銀座 Ginza Ishizaki。咁呢位石崎先生咧，佢就係牛肉專家嚟嘅。以前就喺一間叫加藤牛肉店嗰度做，而家自己開咗業。佢做咗10多道菜，全部都係牛肉。唔係，佢呢個 corn beef 咧就真係唔係罐頭嗰啲鹹嗰啲啊。哇！呢、這個咧就係真係成隻牛最好嘅部分啦。嗱，呢個 sirloin， 呢個咧就係 fillet。其實就是 Chateaubriand 裏面最深的部分，因為 Chateaubriand 已經是中間的那一站，沒錯，一隻800 kg 的和牛呢，其實呢只有約1至2 kg 左右的 Chateaubriand 裏面的肉心，這個肉心裏面的肉心真的最好最靚的部分。頭先牛的那個即係佢係酥曲，佢個汁啦，酸酸地又唔會太鹹，同埋咧係牛地嘅下部啦，鹹嗰部就會有油脂，有油脂，所以有和牛嗰個香味。係啊，都有少少似嗰個豬肋骨嘅肉啊，係有啲香。咁嗱，嚟到呢度啦，呢個係咩嚟？嗱，呢個咧左邊嘅咧就係 sirloin， 右邊咧就係 fillet 裏邊中心 chateaubriand 嘅部分嘅心嚟嘅，亦都係即係全隻牛。得一個 kilo 鬆啲嘅肉，所以啊，呢個真係好珍貴。心中心，咁啊，唔怪得知咧 ，Michael 你叫佢做牛肉超人。